来自大拿店的消息，由大拿店公司以及南华大学筹划都市的麦当林南华市集，将要在农历新年的初三启用开卖，将推广大拿在地特色农产品。市集以这种方式在上午办理佛教夜间启用仪式，现场有农特产的试卖活动，并且有主家教学，现场闹热滚滚，飘扬着过年的气氛。由大拿电工所和南华大学筹备都市 My Darling 南华市集将在春节启用。大年初三到初十将展售着兰花、蜂蜜、凤梨酥、果干、蔬菜干、蜜枣、温室小番茄等侪项大拿优质的农特产品，和卖山的茶叶、福冈山文化事业和小食等内容丰富。在 My Darling 南华市集设在南华大学校内，环境相当优美。市集依照习俗，在24和尚哦办理着佛教的洒净启用仪式，能够透过这个平台销售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消费者。那这个是这个平台展现的一个聚集跟扩散最大的特色的一个地方。那今天呢，请到我们的慧开法师的洒净仪式，希望呢可以顺顺利利。兄弟阿西哦，我们开始呢，在初三到初十的时候，过年这段期间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推在地的农特产品。阿兰希望这样的模式，如果可以成功之后，未来呢，在固定的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会像这样子的市集呢，变成是一个农夫假日市集。店长黄金如表示，南华大学提供着在地农民免费摆摊、农产品单位的场所，而公所作为着联系农民的资讯窗口，借由着官学的合作，共同推广大拿在地特色的农特产品。而在过年期间，提供民众一个个别优质农产和休闲的好所在。未来公所将持续雕向大拿镇慢活、慢游、慢食的无毒养生农产城镇来迈进。南华大学表示，南华市集不但结合着大拿镇的米兰在地特色产业，更串联在地优良的农业，提供自然农法的无毒蔬果，让大家了解到吃当地、选当季的重要性。而南华市集将在2月2号大年初三上午九点正式开幕，春节期间营运到2月9号大年初十下午5点。新闻客业红大拿镇采访报道。